如果身处在这里，应该会蛮伤感的吧。就是，其实它也有它的美，但是我觉得人类是需要活力的，不应该就是人这么荒凉的一个景象。我对树木这方面是尤其的关注，因为我们家就是一个就是大凉山，有山有水的一个地方，总是你无论走到哪儿都很少有就太荒凉的，就像这样子的景象其实比较少。这是一个绿树成荫的景象，但是我曾经看到过，亲眼看到过砍伐树木，我觉得树木也是有生命了，它花了这么长几十年的时间，它长到这么大，然后在人类用一个冰冷的道具就一下结束它这么多年来的努力与蓬勃的生命力，这个是我所觉得很遗憾很心痛的。所以要希望一切我们对于保护这些的事情都是由你做起。然后现在我自己也有一只属于自己的抱抱，我觉得它不是我的宠物，它是我的一个朋友。其实我觉得在所有人可能都不理解我的时候，因为有人不理解你，他就会反驳你，他反驳你他也就会远离你，但是只有我的抱抱，他就算他，我相信他可能也不理解我人类为什么要这么奇怪，但他会陪伴我。因为就像我平时再忙再累，然后一回家，当我抱着他那一瞬间，他那个柔软的身体，我都生怕硌着他。就最早我有他的时候，我说哇，我就会抓他，我就会觉得哎呀，那种爱不释手喜欢。然后到现在突然这种喜欢变成了一种爱，就是我很怕我会硌着他，我都会就是轻轻地抱起他，让他柔软的身体，然后我们彼此温暖。为什么他叫抱抱？他不仅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呼叫方式，另外一种我觉得他也是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我的姨妈他们家孩子也在北京，然后他们就是从小就有一个举动，就是每天下午吃完饭了过后都会下去喂小猫小狗们吃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举动就是让我看到了很多希望，就是至少我们现在越来越小的年轻的孩子们，他们都是从小就开始富有爱心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无论是什么样的公益也好，慈善也好，这是我一生将要去做的事情。因为我今天所得来的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现在我们在中国散步的所有认识我的或者是熟悉我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公益是我回馈这个社会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的本分，是我的责任。我觉得这不是我对社会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会一直做下去，以此来感谢这个世界给了我这么多美好的瞬间。关注公益，有宠有爱。